喺右邊咧，左骨神經痛，我兩個位置都跌咗嗰啲高布嘅。咁後來咧，牧師咧就放手幫我喺個頭度，由鄺佩卿咧就幫我一個膊、兩個膊頭撳住手幫我祈禱。多謝主耶穌。咁我覺得咧，我右膊咧一股熱氣咁樣湧到我度，咁呢度有個少少暗暗地嘅白衫，好似係西人咁樣企喺我面前。咁我呢度膊頭咧個膊筋咧唔痛啦。白衫長毛嘅，短頭髮就好似耶穌咁啦。咁喺鏡呢度當中，呢度我右膊頭咧就冇咗痛啦。即係我右邊坐骨神經痛咧就少咗，痛冇咁犀利咯。頭先我企嘅都好，我而家攬坐骨神經痛引嚟咗咁大塊嗰啲高膊，膊頭咧就變咗咁大塊。剛才呢，我跟這位葉牧師傾偈時，我在當其時我的心裏面呢是保持寧靜，是不舒服的，是一切的事情呢感覺的心靈呢是很不安的。因為我病了一個禮拜，我咳嗽一個禮拜，因為感覺是很痛苦的，我是吃東西吃不到。在這個禮拜裏面是沒有小食的，但我同時間裏面我可以祈禱喎，祈禱我呢就食一個麵包就過去一日㗎啦，我唔使食嘅，但係我痛得好辛苦，而且我發燒，我每晚夜晚一百零一度，我真係好辛苦，熱到我自己又唔知點樣處理。但係天氣咁熱，當時我係戴住面罩，我唱讚美嘅時候，我乜氣都唔夠氣力唱嘅，喺頭上冇氣力唱。但我當然一到呢個明星嘅時候，我當我自己脱開個面罩，可以唱歌，可以唱歌的時候讚美到主，我心靈是不同以前咁嘅。我是第一次翻嚟嘅時候，我係唱歌嗰陣讚美嘅，係好開心嘅。咁我第二今日翻嚟唱嗰時候，我仲係好唔開到聲音嘅，係好沙。但今日而家我開脱咗面罩之後，個口罩咧，我就覺得我自己興奮咗、輕散咗、舒暢咗。而我唱的歌變得唱得更加好聽，感覺自己欣賞自己的歌聲，是覺得我的音響可以唱得到榮耀眾讚主的聲音，真是哈利路亞，讚美我們的天上的神。